不过啊，这是你最爱吃的鹅肉，我不会跟你抢的。你家的鹅肉特别好吃哎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客人比较多，麻烦你们可以先买单吧。好好，总共多少？275块。好。可以快一点吧，我客人很多哎，还有客人在等呢。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那都是零钱，算得比较慢，你稍等一下。抱歉抱歉。不好意思，老板，让你找。哦呀，有钞票不早拿出来，还我等那么久，浪费时间。现在老板比客人还大牌，客人多就可以这样啊，口气这么差，莫名其妙。文伦，李文伦，等一下嘛，等等嘛，你是怎么了？你叫你都不理我，刚才吃面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，你到底在不高兴什么啊？你是不是怕我没钱？否则不是说好我请客，为什么你要出钱？原来你是为了这个不高兴啊！刚才客人那么多，老板口气又那么差，所以我想赶快把钱给他。如果你为了这个不高兴，不然把钱还我啊，275，对吧？都是零钱，你不怕丢脸啊？怎么会啊？有什么好丢脸的？不都是钱吗？但是零钱很重哎。没关系，就算我包包很重，你都会帮我背的，不是吗？你不了解，我是跟我自己生气，跟你没关系。你不要理我。你，文文，转移不关注啊。文文今天怎么怪怪的？想这么多。谁请客有什么好计较的？李维伦，他没有，刘慧，妈，是你啊？几点了？天亮了，什么急？一直睡，一直睡。哎呀，先喝杯牛奶。给你绑出来了。你是去到广告公司无效，你是去到皮工了了？去到你皮工了？衣服怎么在这里？我觉得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就抱着他睡。不是告诉过你，妈会在这里陪你，就算我不来，可心也会陪你，你哥哥也会来，你尽管放心睡觉就好，不用担心。嗯、小勋都要生了，你还为了感情的事情这么烦恼，哎呀，什么时候你才能让我不担心？这件衣服我帮你拿去洗一洗啊。金大方，你毁了我的人生，我跟你的仇这辈子没完没了。